因为能打到今天，打到决赛，打到决赛就是开始啊，过关打六将啊，都实力很有实力。像他们今天这个这套阵容上去，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配备是非常好。首先两个中锋啊，一个大的啊万胜伟啊，一个高的啊王少杰啊王少杰，有王少杰，还有朱明镇，朱明镇有拉。他这一套的阵容啊，配备的非常好。对，两个现在第一阶21平应该说很正常，因为打到决赛嘛，都是高水平的队伍啊，不可能一阶给你拉掉。对，犯规情况上来说，中南大学这边的犯规多一些。朱明镇，确实这一阶这个打的外线手感非常好。六号来自中南大学。好球，朱明镇一个抢攻，杨林这次北大的反击，三打一。朱明镇11号助攻。所以我们讲篮球啊，比赛对，但是没办法，你会得补位。朱明镇还有远投三分，助今天北大的外线灯打开了，命中率。赛场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。以往啊，这个无论是大超还是 CUBA， 似乎在我们印象当中，你华侨大学对吧，太原理工大学，包括最早的电子科技大球队拿过 CUBA 总冠军的教练，这都是非常厉害的啊，而且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。我觉得这是现在 CUBA 很好看的一个地方。有印象很深，他是上初中的时候，当时就是北京四中的这个初中校队的主力中锋。还是有加这个强侧，非常好，好球啊，漂亮！这个球万胜伟的脑后传球啊，就是我靠着人，又是一个传球，哎呦，朱明镇自己啊，二加一，朱明镇自己不愿意拿到一个两分，球就是特别明显，那个体现了我们说的北大真的是太有天赋了，这是。这样呢？